什么问题都要用坦诚的心啊，自利要顾得利他，问题解决了啊。如果不是自利利他，只有自利不利他，冲突就发生啊。我想我好，也想你好，我们大家都好啊，这样生活多么快乐呢啊。你看看美国打仗花钱不多，可是战后花钱可不得了。我听说每一天在欧洲这些费用大概是1亿的美金，你说怎么得了？如果说拿这么多钱去帮助开发中东这些国家，那些国家的人民，我相信喊美国人都喊爸爸，什么事都不都好解决，哪里会变成仇人呢？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以后不能再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了，这个时代过去了。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供养佛前，这个佛前的灯，红色、黄色的有什么分别？没分别。啊，佛要有分别，佛是凡夫。那供养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啊，佛菩萨必然是如经典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喜欢什么样的色彩，你就供什么样色彩，你欢喜，佛菩萨也欢喜。啊，佛菩萨永远恒顺众生，啊，决定没有执着，决定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啊，那我们知道佛前所有一切供养全是表法的，啊，灯是表光明，光明是智慧，啊，供灯呢，意思我们学佛要求智慧，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一盏智慧灯，为大众啊照明啊。那么从前的灯是油灯，是蜡烛，表法的意思更明显啊，那就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现在这个电不太容易看出来啊，油灯跟蜡烛很明显啊，你看到是舍己为人呐，表这个意思，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我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供养别人，利益众生，这是佛菩萨啊。这种修学时间久了，自自然然果执就破了，入佛门啊。果执一破，入佛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入佛门了。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啊，一般小乘须陀洹果，所以这表法的啊，所有一切工具都表法啊。最重要的表法是供一杯清水啊，那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心，心像水一样清净，像水一样平等啊。无论是自己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要用清净心平等心，就是那一杯水啊。你每一天供佛供水，自己心不清净，自己心不平等，那一杯水白供了。那供你什么意思啊，不是给佛菩萨看的，给自己看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些问题刚好答复完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33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网络同学的提问，总共有13题。第一题，美国调查报告，一慈善团体和非牟利组织出现的事业很多，他说普通文职竟自定受薪，如同工程师，每捐1块钱，只有1毛钱是做慈善用途，其他的钱呢，大多是用在支援高薪金、福利优惠方面。这老法师曾说，出家人道业未成，所接受的供养都要代利偿还，那么慈善之功要偿还吗？佛法确实是这样说，说今生不了道啊，披毛戴脚环，这是说出家人接受大众的供养，大众供养你的心愿呢，是帮助你，希望你这一生当中成就道业，最低限度你这一生呢能够待业往生，那就没事了。如果说是没有能够证道这个证道最低限度是须陀洹，那么再就是念佛往生，他不能往生没有证得须陀洹果，都有果报都要受果报。国报受完了之后要还债所以是夜莺国报丝毫不爽。出家人如是在家搞慈善事业，如果把慈善事业的钱没有用在慈善救济上像你这个地方所说的慈善的捐助真正用在慈善上只有1/10，9%呢这个慈善团体里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薪金福利这样用掉了这有没有果报呢？我说我不必说了，你自己想想有没有果报。这种行为在佛法戒律里面都叫偷盗都是偷盗因为捐助的人员并没有说我这个钱给你是可以用在你这个工作人员的薪金福利上他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救灾水灾旱灾，人家捐的钱真的都希望这个钱能得到灾民的手上，你们只给灾民1/10，其他9%你们自己用掉了怎么能说没有过失呢当然也是跟佛法一样，受果报之后还是要还债还得要加利息
这是肯定的。啊，所以中国社会上谚语有一句话说，这个话说得很含蓄，但是意义很深，说慈善家了，慈善起家了。历史上有很多这个例子，慈善家的后代都不好啊。啊，我们看到这个国报里面一些事情，像过去朱金州老居士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是真的，真人真事，啊，是满清末年，啊，朝廷的一个大官，啊，皇上啊派他去赈济，啊，那么他把这个救灾的钱自己吞没了，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很少的钱拿去救灾，大部分呢他自己。啊，这个拉去，以后满清亡国，啊，他在上海啊租界里面，啊，做寓公，啊，专门做好事，修桥铺路，啊，什么样好事他都干，天天拜佛诵经，死了以后到地狱，啊，这家里人说这是好人呢，没有一个不知道这大善人呢。怎么会死了堕地狱呢？啊，那么当时有一个法国通灵的法国人，啊，这个人死了不久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人找出来，啊，给你家里人可以能够互通讯息，但是要的价钱很高，啊，结果他有四个姨太太啊，啊，最小的这个姨太太。就找这个法国通灵的，啊，结果这法国通灵的时候收了他钱，找不到这个人。他们家里不服气，那法国人也不服气，也不肯把钱还给他。然后法国人有个方式，他说：“你们家里亲戚当中有没有，最近也有过世的，我再找找看。”哎，于是他们刚晓得他家的。大少爷过世没多久，啊，这个大少奶奶说：“他说这样，我收你一半的钱。”哎，果然呢，把他那个大少爷的那个灵魂找到了，啊，他在轨道找到了，找到就跟他，家人，啊，跟他的太太的时候，说他这个目前在轨道里的状况，他们就问。他说：“怎么你父亲找不到呢？”他就说了：“父亲堕地狱了。”他说：“父亲是一生好人，为什么堕地狱？”他说：“他吞没了赈灾的一笔钱，数字很大，啊，没有法子，啊，他到堕地狱去了。地狱没有中阴身，所以这个法国人找不到他。”啊，那么这就是说明。这是救济慈善这一些资金呢吞没之后，国报是很重的，啊，这不能够不谨慎，啊，所以慈善事业是很不好做的，啊，不容易做。第二题，他说：“请问。”修净土法门真的能带业往生吗？哪种业能带，哪种业不能带？带业往生是佛说的，带业往生在中国两千年来修净土的这些榜样啊，这些事实都记载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如果你要细心呢，啊，留意一点呢，现前你会看到许许多多待业往生的例子，啊，你不能够不相信，啊，说哪一种业能带，什么业都能带，
无逆十恶的业都能带。但是佛在经上讲了，只带旧业，不带新业。新业是你现在在造业，这不能带。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学佛之前造的业，统统能带。学佛之后还没有真正理解，一知半解造的业也能带。到学佛真正明白了，你还造业，这个也不能带了。这个道理要懂。所以真正学佛对于这个经宗的理论方法境界都能够明了，依教修行，这个时候不可以再造业了。对于过去的业呢，应当要好好忏悔。这个忏悔是说，你将来往生的品位呀会提升。如果不知道忏悔呀，对于往生品位有障碍。往生没有障碍，品位有障碍。如果还继续不断的造，这个就这一生不能往生了。跟净土结个法缘，往生要到来生后世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各方同修捐集了一笔款项，是用来树立南无阿弥陀佛石碑的，在一个经常发生车祸段落，我们已经树立了石碑，剩余的捐款一时又没有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再去立，请问剩余的款项呢该如何处理，是否可以用来印刷南无阿弥陀佛横幅流通结缘？可以你想的不错，这样做法很如法第四个是弟子曾经是法轮功顽固分子，多次被抓，现在呢只听你讲的无量寿经，请问老法师，像我们这样业障深重的人还要听其他经典吗？听经闻法是缘分但是听经呢，要真正能得经教的利益，在自己智慧也没有开，还不能辨别是非邪正这个时候最好听一家之言这个不算是私乘为什么呢？听一个老师讲经是一条路，能够帮助你坚定信心到自己这个经教有一点基础，能够辨别邪正，这个时候就可以多听，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对你只有利益没有损害你能够辨别邪正是非就可以了那么至于学一部经，这一门深入，这是用功的方法佛法了是两门，解门跟行门，行门要专，解门要博，这博学多闻。你看四弘誓愿里面不是说吗？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解门。那我们在华严经
幕后所看到的，善财童子给我们做出最好的典范。啊，你看他行门，善财童子是学念佛法门。啊，真的是一生没有改变。但是解门呢，他五十三参，五十三参代表广学多闻。啊，成就自己啊，厚德智，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啊，所以他什么都接触，啊，什么都通达，但是他决定不会改变他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个念佛求生净土呢，一门深入。啊，那么另外一种啊，就是我们不能够辨别是非邪正，怕多听了啊，动摇自己的信心。那这个就不可以听啊，在这种情形就不可以啊。如果自己信心坚定，绝无动摇的话，就可以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啊，老师教学也不例外啊，都是守住一个原则，懂得呢就很好啊。下面一个问题，弟子一直在为众生播放地藏经，播放前按杨老师编辑的祈祷文，每一天祈请众生来家里听经，但老法师曾说晚上祈请，早晨停播时还要恭诵，请问如何恭诵，是否有恭诵文可以参考？你请客来的，请这么多人，席散掉之后要不要送客呢？啊，所以这是礼貌嘛。啊，送客的时候不必有任何仪式啊，这些祈祷文不需要啊，这是恭恭敬敬啊。那么你祈请的哪一些众生啊，你祈请哪些众生，那这一些众生呢，一类一类的要请他们回归本位啊，恭恭敬敬的啊对他们问讯啊，请这些众生呢回归本位就可以了。啊，所以送的时候比请简单多了。啊，底下一个问题说，家中啊有两部电视轮流播放，一台播放地藏经，一台播放十善业道经，是否也需要祈请恭诵？需要啊，总是人与人往来有礼貌，人跟天地鬼神往来也要有礼貌啊。在这个地方学自己的平等心、真诚心啊。那么对天地鬼神都如此啊，通常我们对待一切众生呢，当然更应当啊，要谦虚，要尊重啊，要有礼。下面一个问题，听说念佛堂最好啊，分礼佛、念佛和打坐三个区域，请问应如何安排？啊，佛器全日啊。这个流程应如何安排？那么这些呢，都有念佛的仪规啊，对念佛仪规看你佛堂大小啊，共修的同修有多少人啊，怎么个分配呀？这里都只有一些原则，细节呢每个道场都不一样啊，
各道场有各道场的规矩。总而言之，现在学佛，我们记住一个总原则：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没什么关系，实质就是真诚、恭敬。印祖告诉我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所以真诚的恭敬非常重要。念佛最忌讳的是怀疑、夹杂、间断。你看西方确知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他说的很白，很容易懂。念佛最重要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实际上渊源都是从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圆通章所讲的念佛方法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让心恢复到清净，一心称念，那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什么叫净念呢？不怀疑，不夹杂，这个念就是清净的，就是净念。我们半信半疑，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所以念佛的时候，你如果在家里面的话，最好能把电话都拔掉，把你门铃也关住，不能够有闲杂的来打闲岔，会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你就不能得到净念了，所以净念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些措施。那么念佛堂里面呢，要有护法，护法说，外面念佛堂外面周边人要有人巡查，如果有人接近念佛堂，都要请他离开，不要干扰。走路脚步要轻，说话了要小声，不要干扰念佛堂的念佛。所以外面要有人护持，有人照顾，这个道场才如法。这都可以提供，这个大家做参考。第八个问题，他说在水晶做的固灰盒上雕刻佛字和莲花，请问是否如法？这个佛经里头没有讲这些事情。那么如不如法呢？完全看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希望这个亡灵永远得到佛光的照耀，我想应该可以。刻上莲花了，当然是更是可以做的。所以人同此心嘛，心通此理，希望我们念念呢不要离开佛。底下一个问题，就是修学应常生忏悔感恩之心，可是因为烦恼重重，这个感恩忏悔之心难以升起，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是真的，而且非常重要。感恩的心为什么生不起来呢？
这桩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现在的社会，国内国外都非常普遍。这是什么呢？不知道恩德，好像别人为我做的都是应该的。从什么地方？从你在家庭里面就养成了。你在童年的时候，父母对你的恩德你不知道，你认为父母对你所做的都是应该的，不用去感恩。对父母的恩德，父母恩德是最大了。你去念念呢，父母恩重难报心难报金呢，你就晓得了。你去念念呢，地藏经。这个道教里面的感应篇，文昌帝君应之文，看看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些事迹，你是怎么长大的，谁帮助你的，这是多大的恩德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父母的恩重，老师的恩重，父母，你的身体得自于父母，你的智慧呀得自于老师，但是你的基础教育，你的德行，是得自于你的家教啊。那当然，现在这个家教至少已经丢掉三四代了，所以你不知道感恩，不知道忏悔。这是因为没有家教啊，不是你一家了，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几个人还有家庭教育那么感恩的心要多读这些孝悌忠信的故事都是从孝亲尊师学生得到老师的教诲，感恩一辈子我们念念不忘父母恩，念念不忘老师的恩不但老师，还有护法。我尤其在困难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遇到灾难你没得吃的，人家送一碗饭给你的时候，你感不感激冬天冷的时候，别人送一件衣服，你都很感恩的，你知道。可是你没想到，你从小长大的时候，你父母照顾你的时候，比那些遇到灾难暂时照顾你，那就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呀！你有没有想到呢？你就没想到了老师是如此，现在的老师跟从前老师不一样了从前老师是真教你，真的指出你一条人生幸福的大道现在的老师是传授一点技能而且都是商业化了为什么？收学费嘛不收学费你就进不了他的教室这个样子，师生当中这个关系自然就淡薄了，跟从前不一样我们从这个年龄住在乡下农村里面，从小受父母的教诲，受长辈的教诲成年之后，我遇到这三位老师
都是没有学费的。啊，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跟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啊，实实在在讲，那个时候我自己生活非常困难，啊，对他们没有一分钱的供养，啊，他们能够拨出宝贵的时间来教我。啊，所以这个恩德是念念都不能忘记。啊，所以这个培养要从时间上要长时间，这个绝对不是短时间的。啊，那你也想一想，啊，别人为什么他孝顺父母？为什么他尊敬老师？你去找这个原因，慢慢的你就把你自己的根源找出来了。啊，所以要知道这个忏悔的心、感恩心生不起来，他得在，特别是在道业上，这是严重的障碍，啊，很不容易成就。底下一个问题，左右手拿念珠有区别吗？没区别。啊，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啊。下面一个问题，请问龙树菩萨是佛灭度后600年出现在印度的人吗？大龙菩萨也是同时代印度人，还是龙宫里面的水族？说龙树菩萨了，佛灭度后600年出生在印度，这是当年释迦牟尼佛的预言。那后来呢，果然有这个人出现啊，大龙菩萨不是凡人啊，他是化身菩萨啊，视线在龙宫啊，以龙王的身份啊，教化水族一切众生啊，那是大菩萨应化的，哎，决定不能把它看作哪一类的人看待，不可以啊，它是应化在世间。请问将陀罗尼被盖在骨灰盒上是一起埋进墓穴有过失吗？这是对于陀罗尼被的不恭敬啊！不过现在说实在话了，陀罗尼被也不灵了，为什么呢？没有人念陀罗尼咒，那个就不灵啊，就是说他没有加持啊。啊，那要什么人念呢？这真正有修、有道行的人啊，他念就有效啊。你比如念大悲咒，普通人 念大悲咒不灵。什么人念大悲咒灵？真正有大悲心的人，他念大悲咒就灵。啊，早年我们在台湾，台湾很多法师念大悲咒，啊，这个大悲水治病呢都不灵。啊，那我们周邦道先生的夫人啊，周老师是抗战期间啊，国立第三中学的校长啊，我在三中念初中
他是我的校长，啊，所以周思母，他的大悲咒非常灵。为什么？他真有大悲心。啊，所以持大悲咒啊，一定要有大慈悲心呐、啊，没有大慈悲心呢、啊，念咒不灵啊。啊，道理都在此地。幕后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出家人一直在居士家中居住了并住书啊，他有两个问题，他最近听他啊，听说他能一边写书啊一边念佛，请问这是什么境界？这是他的境界，我们不需要问他啊，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什么境界，这个才重要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请问老法师，你讲经答问时也能同时念佛吗？啊，在弟子想来，凡夫终究是用心一时的，所以只能交替进行，如能佛号不断又做其他的事情，请问呢，这是登地菩萨的境界吗？登地菩萨是没问题，没有登地功夫得力也行啊，功夫不得力的时候，确实你讲的话没错，只能做一桩事情，不能做两桩事情。我们在求学的时代，老师都是这样教的，啊，也许你听我讲经，我很多次的介绍啊，我们跟李老师学经教啊，不可以同时学两样，啊，同时学两样，老师不教，不但不教啊，直接呵斥你，你没有这能力接受，啊，就讲得很清楚，啊，一定是一门深入啊。尝试熏修啊，别人怎么做法我们不必去理会啊，最重要的是自己啊。下面是中国同修的提问，有12个题，这个提问啊，第一个问题问的是，请问如何做到不见别人过，所有原因都在自身修行不够啊。如果真的是不见别人过，那你就很有严重的问题了啊。什么问题了？白痴啊！啊，怎么一般人好坏善恶，你都不知道啊？啊，这个不见别人过啊，意思很深。不要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上，不能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嘴上。啊，如果真的都见不到了，那您那里不是白痴是什么呢？啊，所以要懂得这个意思啊。真正修行人看到别人过失不去计较他的，所以回光返照啊，看看自己有没有啊，他在那里实现我也看到了，如果自己有他同样的过失，甚至自己有过失跟他虽然不同啊，你要认真改过自新啊，常常反省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啊，跟他同一类的不同一类的啊，只要知道过失
就要改过，这就对了。啊，那么这个视线过失的人，对我们来说呢，那是我们的善知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就没有想到自己有过失，看到他了，立刻就想到自己，啊，回光返照。啊，那么这个视线过失的人，对我自己来讲，啊，他对我有恩德，啊，他提醒我。啊，所以这叫善学，慧学。啊，慧学的人，到处都是老师，到处都是善知识。啊，不会学的人，没法子了。啊，他不懂啊，不知道，回光返照啊。嗯，第二个问题是，往生成佛对父母老师。社会太平，消灾免难，及宇宙间一切众生有多大的作用？作用很大，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也不是我能说得出的。啊，那你要是真的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劝你，啊，你念佛往生，见到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请教，啊，他会告诉你。你也有能力接受，啊，在这个地方呢很困难，啊，那么在中国谚语里面有一句话说：“一子成佛了，九祖升天。”啊，这一句话呢不难懂，啊，我们从世间人世法里面。能够体会得到，你家里头有一个人，啊，无论是德行、学问，或者是事功，啊，在社会上确确实实被人肯定、出人头地，这是你们全家的光荣啊。你们的家族走到任何地方，别人都会尊敬你几分。啊，这叫沾光啊。那么，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人做了佛了，做了菩萨了，你就想想看，所以他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还往上去九代呀、啊，祖先都沾光。你们家的后人出了一尊佛，出了一尊菩萨，啊，在现前社会大众会尊敬你，祖先已经过世了，他们在六道里面，六道里面的众生见到他的时候啊，都非常尊敬，啊，你们念地藏经，婆罗门女她的母亲啊，为什么能够离开地狱去升忉利天呢？啊，是她的女儿知道她母亲堕地狱，勇猛精进的，念佛得到念佛三昧啊，得念佛三昧，给诸位说呢，像婆罗门女的时候，那是四一心不乱啊，四一心不乱的境界就等于阿罗汉了啊。女儿念佛证了阿罗汉，母亲在地狱里头受罪啊，所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离开地狱，升忉利天了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福报，福报能升天，能离苦能升天。他不能证阿罗汉，他出不了六道轮回。
啊，那初六道轮回呀、啊，证阿罗汉果，那一定要自己努力，啊，这个别人就是你家里人再大的福报帮不上，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所以《坛经》上说，此事佛不能救，啊，福报再大了，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了生死出三界是自己的事情，啊，可是。婆罗门女能够得念佛三昧，能有那么大的成就，是他母亲堕地狱这一桩事实啊，让他非法分不可。他如果不能够证果，他的母亲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啊，所以这是大孝啊。啊，地狱真的是容易进去，很不容易出来呀、啊！啊，这个家亲眷属造作极重罪业了，这个堕卧道的时候，要效法婆罗门女，要效法光目女。啊，光目女念佛，他们两个都是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念佛了，那是功夫成片，没有道一些。啊，所以他的境界是梦中的境界。啊，这个婆罗门女是定中的境界，那个境界完全不同。啊，他是亲自到地狱里面去参观游览，他不是做梦。啊，就这功夫浅深不一样。凡事孝悌忠信伦理道德对社会的安定和谐一定有帮助啊，那么孝灾免难呢，当然我们能够信得过啊，现在全世界灾难很多啊，我是不看报纸也不看新闻，可是有同学把这些灾难的讯息在报纸上剪下来给我看啊，那么我们也得到一些灵界的讯息啊，所以要化解这些灾难，让这些灾难范围缩小，时间缩短，只有念佛吃素啊。那么这个说法我们学佛的同学能信得过啊，消除业障最有效的修行方法无过于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啊。素食实在说呢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般人这肉食啊造的杀业太重啊，所以这冤冤相报啊很可怕了啊，我们了解之后不再吃肉食啊。我是觉悟的比较快，快的原因是小时候啊杀生太重啊。我跟诸位做过报告啊，啊，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我父亲喜欢打猎，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啊，我们就去打猎去了。我打了三年呢，杀了很多众生呢，去学佛之后啊感到非常恐怖啊，这个果报啊怎么化解法啊，所以一切这个接触佛法一知道因果，我立刻就吃素。
啊，所以我学佛大概是六个月，我就吃常素了，啊，到现在吃了56年了。啊，要想弥补呢，所以我就放生了。啊，不但不吃肉啊，而且常常放生。啊，这是忏悔呀，赎罪也。啊，将学佛、修学、讲经的功德，通通回向。啊，续世今生这些冤亲债主。啊，我成就就是他们的成就。啊，希望这个冤结能够化解，希望他们发心呢都能够护持正法。啊，这些都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第三个提问，他说：“弟子誓行，啊，誓发誓行善三千，但自省啊，在记录功过各时，有一种有求回报的感觉。为避免这种想法，请问是否可以将功过各分化于佛像前？”求护法神代为记录。这个你想的不错，护法神确实可以带你记录，会给你记录的清清楚楚，但是护法神不会常常给你报告你做了多少好事啊，你三千善有没有圆满，还是要自己写功过格。到你三千善行满之后，你学袁了凡居士，再把这个功过格在佛前奉化回向，这个可以。啊，实际上功过格并不要这个奉化，留给你的家族，留给你的后人呢。做榜样呢，那个功德更殊胜啊，留给你的儿孙啊，让你儿孙想到，哦，我的老人啊，我的这个祖宗啊，你看断卧修善是这么修的啊，这个比佛前风化的意义更深啊，它有这个教育的意义在里头。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一群在道场服务的义工，虽说道场的宗旨目标纯正，啊，但同修大众啊，素质参差不齐，啊，人我是非争权夺利，在所不免，啊，我们凡夫很容易受影响，念佛修行功夫啊。”都很难进步，请问在这个大难临头的时代，应该自己好好听经念佛，或者继续做义工？如果实实在在烦恼习气很重，我劝你啊，先不要做义工，先听佛，这个听经念佛，到这个道场听经念佛，听个三年佛啊，这个听三年经啊，念三年佛，再发心做义工就不一样了啊。如果你有善根啊，所以善根深厚啊，在这个人我是非的道场里面，你能够真正修忍辱波罗蜜啊？怎么修呢？
我只做我自己义工这份本分事情，别人是非人我我都不参与，那我都不要理会，更不放在心上。做义工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用思考，啊，可以把佛号放下，我好好的来办事。不用思考的时候，工作也可以念佛，啊，这个一点妨碍都没有，啊，这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啊，所以这是完全由自己去做主宰，啊，自己好好的想想，这个听经念佛是先成就自己的善根，啊，道业善根，最重要的。道场提倡的这儒释道三个根呐、啊，你一定要学啊，要学《弟子规》，要学《感应篇》，要学《十善业》啊。无论是在道场听经念佛的同修们，或者是在道场啊参加义务工作的同修，通通一样。都要扎三个根，三个根扎下去了，你是真佛弟子，佛经一展开，善男子善女人就有你在其中。如果没有三个根呢，这佛经上善男子善女人呢，那里头没有你，你没有份啊。所以这个一定呢要知道啊。那么弟子规这个蔡老师啊，这个杨老师都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中国神居士也讲过几遍啊，要多听啊。如果是在家庭里面呢，最好这些光碟了在家庭里面你可以放，带着家人一起学习啊，你一家人都会成就啊！啊，一家成就，你就影响到你的亲戚朋友啊！你应当看有这个机缘，要把它推广啊！自利利他了，功德无量啊！啊，常常有一个利他的心。有个利他的愿啊，如果你们亲戚朋友在香港啊，有开店的店面的啊，我看很多店面里面都有这个电视啊，那你的电视，你这个店面的电视，你就可以放这个啊《弟子规》《感应篇》的这些光碟啊，往来的人啊，一些顾客们，无论时间长短，所谓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应当做啊。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啊，我们这边有印的啊，店面上都可以贴啊，像广告一样啊，来来往往一天多少人啊，他会看到啊，那看到什么阿弥陀佛的种子就种在他阿赖耶识里面去了，哎，你就度了他了啊。这一桩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我就劝大家这样做法啊，因为同学们很多都是经商的，常常在报纸在杂志上啊打广告啊，那你就不要多费钱呢，你就在你自己广告那一栏上加上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加这么几个字，你就度很多很多众生啊，那你这个广告就非常有价值了啊，只要有心呢、啊、
啊，无论在家出家，啊，你自己学佛有没有成就，你都能帮助许许多多众生种善根。底下一个问题，他持名念佛，如得离世一心，是否可谓呀密宗之显修？显密是一个道理，显密不分家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一生当中，念佛要能得离心，大概做不到；得事业心，可能也做不到。事业心是阿罗汉呐、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很多。事业心是什么呢？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断掉了。你去想这个事情，不是容易事啊。那是随心的 啊！我们这一生真正可以能做得到的是功夫成片，待业往生。啊，这是真正能办得到。啊，所以教理要清楚。啊，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听经？断疑生信呐、啊！我们疑问疑虑很多啊，就要听经了。如果真的没有疑惑了，经就不要听了，一心念佛就好啊！啊，我们这个疑虑太多，不用经教啊，你就没有办法断疑啊，疑不断，信心不能坚定啊。所以这个学教理，对我们这些根性的人说，目的就是断疑生信啊。这个道理啊要懂。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弟子经常看到满屋打卷的白烟，后来与其戒缘，以后经常来，每一次来时都感觉身体一沉，现在习惯了不以为然，但不知是利是爱，请老法师开始。你讲的这个问题我听不懂啊。你说经常看到满屋里打卷的白烟啊，是不是看到那个卷到的这种烟雾，是不是看到这种情形啊？如果看到这种情形呢，是不是只有你看见，别人有没有看见？如果只有你看见，别人没有看见，常常看到这个事情，那这个里面就不是偶然发生的了啊！常常看见不是偶然啊，那你的感觉每一次接触到的时候啊，都能震动身体啊，那在这个情形，总是冤亲债主遇到了啊，那么你应当啊，每天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如果许许多多人都看见了，那就无所谓。单独是你看见的话的时候，也应该要做回向啊，提醒自己这个感恩忏悔
啊，那么这个境界啊，就是这个冤亲债主所实现的时候，也都是好事情啊，提醒你，你才知道认真用功啊，像这个婆罗门女一样啊，认真用功啊，回向啊，如果以后再看不见了，那这回向就得力了，他也接受了啊，可是功夫要继续，要提升，不要退转。第七个问题，他说：“不思善、不思恶的寥寥灵智的心，是不是清净心？它与无记有什么不同？”无记是没有善恶啊，是没有善恶。你比如说，我们喝一杯茶，我们拿个毛巾擦擦脸，这个没有善恶，这个都叫无记啊。但是不思善、不思恶、寥寥灵智，那是真心。啊，你要晓得，不思善、不思恶，就是说，两边都放下了，善恶是两边的，两边都不执着了。啊，这是什么境界？什么是两边呢？起心动念是一边，不起心动念又是一边，两边都放下，这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不起心不动念是无明。啊，一个是妄想，一个是无明，妄想无明两边都放下，真心显露。啊，所以这是宗门里面最高的修学原则，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普通人，佛教导我们，你能把执着放下就不错了。啊，执着越淡，你的烦恼就轻，智慧就长。啊，这个谈不上真苦。啊，为什么呢？如果是正小乘粗苦，那要把见惑断掉。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归纳了有五大类也。第一个身见、边见，啊，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个通通断掉了，才是虚头很苦，才是华严经里面的粗性位的菩萨圣人，不是凡夫。啊，那你要是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不会到我们讲堂来听讲的，也不会问问题了，你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那是圣人，那个不是凡夫啊。这个在末法时期都做不到了啊。真正到达这个地位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那不是假话，他有两种能力恢复了，天眼、天耳啊，须陀洹就有这两种能力啊。天眼没有障碍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十一楼看底下的十楼，一层一层都看得很清楚，往上看很清楚，
往远处看，通通没有障碍。啊，你在香港这个地方，你看看美国洛杉矶，看看纽约，就像在面前一样，你有这个能力了。啊，你的听呢，也有这个能力。啊，你想听什么的时候，听某个人在谈话，也听清楚。这是虚头幻呐！啊，能力不是很大了。啊，越往上去，等能力恢复的时候，越多，而且的时候呢，功能呢越广。啊，我们修行啊，自己以为是正果了，这个能力没有现前，那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产生误会。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啊，这经教念多的时候，你就知道某一个功夫它有某一种境界啊，境界不现前呢，功夫不到家啊。所以我们的功夫只能稍稍带一点清净心啊，那就是妄念少了啊，都要从放下下手。你不像我常常勉励同学，这最基本的把自私自利放下啊，要用这个善巧方便啊，多想别人的利益，不想自己的利益，就转过来啊。起心动念，我们想社会利益；起心动念呢，想佛法利益啊，正法救助。起心动念呢，想到世间许许多多苦难众生，啊，我应该再怎么样帮助他？这样一转，这个大乘教的时候是教我们转，把念头转过来，啊，所以自私自利不要去想，啊，名闻利养不要去想，只要是有利益做事情，应当要做。绝不问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好处，不要问这个。啊，贪嗔痴慢呢要减轻，要降温，这个对自己有一定的好处。下面第八个问题就是，请问往生是死亡吗？是恐慌还是欢喜？往生不是死亡，往生是不死。啊，所以我们讲经这么多年也常常说，啊，真正学佛的人，他可以做到不生病、不衰老、不死。啊，不是，往生是活的时候走的，不是死了走的。啊，真正功夫好的人，他往生的时候会告诉身边的人：“佛来接我，我走了。”啊，他走了，这身体不要了。所以是活着走的，不是死了走的。啊，所以他怎么不欢喜呢？他怎么会有恐怖呢？啊，凡是死了以后走的，那是不是往生极乐世界靠不住？啊，死了以后有很多好的瑞相也靠不住。啊，为什么呢？死了以后啊，来生升天，瑞相都好。啊，好瑞相去，可以肯定他不堕三恶道。啊，这个是靠得住的，是他往生这个靠不住。啊，往生一定，啊，那个真正靠得住是走的时候，他告诉大众，佛来接引我，我跟佛走了。啊，这才是真正往生。
啊，人在病中说见佛见菩萨，而没有说我跟佛菩萨走，这都不可靠。那见佛见菩萨也是好像。啊，一定要自己交代清楚，佛菩萨来迎接我，我跟他走了，啊，这就没问题。底下一个提问，他说：“请问唯即是应念观世音菩萨还是阿弥陀佛，二者有何不同？”在唯即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是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啊，因为你在极难的时候，不一定是你寿命到了，啊，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能化解灾难。啊，道理在此地。如果你是一个学佛的人，是个念佛的人，你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极难来的时候也念阿弥陀佛，行。啊，你不需要改变。啊，如果寿命没有到的时候，灾难一样化解；如果到的时候，就往生了。啊，这两种不同地方啊，在此地。下面一个问题：当今社会也，淫乱之风啊，司空见惯了，不幸的婚姻屡屡出现，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里面讲求妻得妻，请问如何成就法律因缘，以树典型尽孝道行佛训，力挽世风？也请老法师为这些啊这些苦难众生做一个专题开示讲座。可以啊，是可以做一个专题啊，这个提议很好啊。在菩萨那里求妻得妻，这个妻是贤良之妻、贤惠之妻，不是一般啊。这个现前的这种谈情说爱呀，那都是虚情假意呀，靠不住的啊。那么一个是多生多劫的缘分，另外一个是自己的真诚心的感应啊。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弟子在礼拜观世音菩萨求期的过程当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严格律己，但在梦中还会邪淫，请问师父，这是否性根不清净？对求期修行是否有影响？很大的影响，你求求不得。啊，我肯定地告诉你。啊，为什么呢？你的心不是真心。啊，对佛菩萨求，一定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啊，菩提心里面这三个你要能做到，你才有感应。你不真诚，你还有妄念。啊，梦中有邪淫是妄念，你有妄念。啊，你心不清净，你心不平，所以你不会有感应。啊，那要怎样才能修感应？你应该要明了。你能落实《弟子规》，你能落实《感应篇》，能落实《十善业》，你再去求就有感应。啊，这三种东西你做不到啊，不会有感应。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儒释道这三个根呢，是我们修行根本的根本，做人的根本，啊，修行的根本，啊，人都做不好，
跟佛菩萨如何能起感应道交。啊，佛师门中有求必应，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的。啊，为什么有求不应呢？老师说自己有业障，必须修忏悔，啊，消除自己业障啊，感应就现前了。啊，那怎样忏悔呢？老师告诉我，忏悔不在先世，在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后不再造。啊，不可以说啊。今天做了错事情，晚上佛菩萨明天就忏悔，明天还照干，这个一点用都没有。啊，真正忏悔是后不再造，啊，那个才能起感应的作用。啊，所以你就晓得落实三个根的修行，啊，那叫根本的修法。啊，没有这三个根，搞什么都不能成就。为什么？没有根呢？啊，像这植物一样啊，那只是花瓶里面的花朵，没有根呢。啊，它不会长成树的。啊，纵然好看，时间很短。啊，下一个问题。弟子希望跟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与孟夫子是孟母三迁作为学习。他底下有两个小题。第一，请问是否现在就例行带孩子搬到有学府附近地方常住，好好安定下来学习圣贤之道。你要问我，我还是这句老话，你自己的儒释道三个根要没有做到，你不是圣贤的母亲，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小孩教成圣贤。啊，孟母、孔母，周家的三太，可以说那是圣人。圣人能教出圣人来，凡夫不能教出圣人。凡夫要能教出圣人，不家家都出圣人了。啊，为什么圣人这么少呢？啊，所以你要把你小孩教成圣人，你先要学做圣人。学做圣人从哪里学起呢？从根本学起。啊，那个大圣根本是十善业道经。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说，这个十善是人天的根本，是声闻菩提的根本，是缘觉菩提的根本，乃至无上菩提的根本。无上菩提是究竟佛果啊，都从这个地方修成的。那你没有十善业道，换句话说，你来生的人生都得不到。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来生到哪里去呢？你受业力支配，你自己做不了主，你就晓得这个问题多严重。啊，那么现在十善业为什么做不到？十善业还有根，那就是感应篇给弟子规，是十善业的根。啊，如果我们真的从弟子规感应篇把它做好了，十善业一点都不难。要真干呐，不真干全是假的。啊，你带小孩去
找这个什么这个搬到学府附近，现在哪个学府里都是讲圣贤伦理道德的，你找不到啊。啊，不是容易事情啊。啊，所以自己啊好好带着小孩学弟子规比什么都重要啊，去先扎根，然后慢慢向上提升。啊，那你问我国内有好的地方啊可以介绍吗？国内现在还没有真正好的地方啊，再等几年看看啊，这个国家的政策啊，如果真正走这个恢复传统伦理道德的，也许就有，不过有也非常困难。为什么呢？纵然政府提倡啊，办这些圣贤学校，没有圣贤的老师啊。师资缺乏了，圣贤老师可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啊，这些问题我在讲经的时候都讲过好几次。啊，希望能有机会办个书院，书院能够培养十个圣贤老师，那就很不得了了。怎么培养法呢？用中国古时候传统的办法，一门深入，十年苦修啊！啊，中国过去讲啊，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国历代圣贤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啊，哪些人呢？那当然还是要有叙事的基础，绝对不是一时的。悟达过师能够做到皇上的老师，十世修行呢，不是一世两世能做到的，十世啊，修得好啊。啊，所以圣贤也是多生多劫累积的功德。那这善根福德因缘不是偶然的啊，总得要众生有福啊，佛菩萨圣贤就出世了，众生没有福不行啊。啊，我们祈求圣贤没有别的，就是自己认真学习啊，认真学习三个根，圣贤就出世了，就相应了。下面有七个提问呢，是香港同学的啊。第一，为亲人发愿，减少自己寿命，心愿实现了，发愿者寿命呢是否会缩短？这个问题你就不必问了。你也不用发愿了，为什么呢？你还怕死啊？你还怕寿命缩短吗？真正发愿不会有这个念头。哎，所以你发的是真心的，还怕自己寿命真的会缩短呢？你就不必发这个愿了啊。第二，发心做三天三时心念，跟冤亲债主或是某亡灵啊，若在最后一天才为他们回向，是否如法？可以啊，有三时心念呢，应当是每一天都回向，三天完了的时候做总回向啊，这样就很更如法了。下面一个问题，在指定为超度某位亡灵的法事当中，
是否可以让大家随喜啊列其他超度牌位，可以啊，这个人越多呢效果越大啊，所以要记住佛法里面常讲自利就是利他了，利他才是真正自利啊。啊，如果只有利他，只有利自利，没有利他的心，这是小乘的心境界啊，功德利益了都不大啊。所以总是这个谚语里面讲的量大福大了，这句话是真理啊，非常有道理啊，一定要做到量大福大。下面一个问题，听老法师说过死后捐赠器官一事要谨慎，但很多弟子都确实想捐，请问师父可否介绍一个不影响生息又可以捐赠的方法？好好念佛，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啊，达到你这个愿望，你的念佛功夫真成就了。临终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来接引你，你跟佛走了之后身体不要了，那一点不影响啊。为什么呢？真正往生的人没有中阴啊，没有中阴只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堕地狱，堕地狱的人没有中阴啊，升天的人没中阴，往生的人没中阴啊，升天福报很大，这个一断气他就走了啊，所以这个没有中阴啊。凡是有中阴功夫不够的话，有中阴会有痛苦啊，因为你神识没有离开啊，这个时候捐赠的时候那你要能忍受，你如果不能忍受，嗔恨心一发一后悔呀，那马上就堕落了啊。所以真正要发心的时候，要发心三宝加持啊，你临终走的时候清清楚楚啊，决定往生啊。那么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也不是困难事情啊，善导大师讲得好，万修万人去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真正能放得下啊！现在啊，就从现在开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事出世间法了通通要放下，你才能够达到这个。你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了就不行，那一桩事情就是你的障碍啊。那么实实在在讲呢，那一桩事情就是你最严重的魔障，它来折磨你啊，它让你不能往生啊。所以要真正的看破放下啊，常常想到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要常作如实观啊，你把这个誓愿看淡了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到最后啊，这个器官捐赠啊，你会达到这个愿望啊。如果不是真正修行，在这个世间稍稍还有贪念，或者是遇到不如意事情还有嗔恚，那你就不行了啊，你决定做不到啊。这个顺境逆缘没有贪念，逆境恶缘没有嗔恚，才可以做到。
底下一个问题，弟子是创作小说的，时时刻刻也想着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故事情节，好像跟正念和清净心相违背，像这个样子应该如何修行？你要把写小说这个念头放下。为什么呢？写小说、写戏剧，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国报都不好，这是你要警惕到的啊！为什么呢？跟如来正法了，真的是你所说的180度的背道而驰，你怎么能转过来啊？那你真的要想转过来从事于这种行业的话，你先成佛，先成菩萨，然后道家慈航啊，回到这个世间来用这种方法去表演，那就没有错了啊。那你就是普度众生了啊。你没有这个程度的话，这个东西对你决定有害处。在20几年前，我在台湾，我们的道场呢在景美啊，华藏图书馆，距离我们道场很近的有个学校啊。那个时候叫世新新闻专科学校啊，里面有一些学生常常到我这边来听经，听多了他们有些学这个影剧的啊，学这个学戏的啊，知道这个问题跟你所提的是一样的，来问我，他这个会造很重的业怎么办。我就劝他们放弃这个学习，改修别的学习。啊，很多同学确实他明白他觉悟了啊，不再念咒学习了啊。这是要有很高度的警觉，也要很有的福分啊，你才真正明白这里头的因果报应。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最近有很多动物跟着弟子，弟子给他一个抽屉啊，给他们住。平常呢，他们不会出来，要往生的时候就出来找弟子做三皈啊。请问这样对弟子往生有影响吗？啊，大概你这些一些小动物啊，家庭里面小小。你给个抽屉给他们住，很不错，他们在抽屉里面修行，到往生的时候来求你做三皈，好事情，这个对你修行往生没有障碍啊，你能够广结善缘，能够帮助他们送他们往生，好事情啊。送一个小动物往生也就跟送一个人往生没有两样，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做佛了啊。说实在话了，现在度畜生比度人容易啊，度人很难啊，度畜生很容易啊。你有这个机缘呢，好事啊，值得恭喜的。幕后一个问题，请问呢，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是什么意思？
佛法，诸位都知道啊，古大德了告诉我们啊，什么是佛法呢？有这样答复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确实大乘法如是啊。但是又有祖师大德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家流。这两句话了是对立的。意思是什么？慈悲一定要有智慧。你看看我们菩提心我写的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慈悲里面一定有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如果没有上面这个呢，那个慈悲是感情的，慈悲里面是从烦恼生的慈悲，就有祸害。方便，华严经上说的太多，善巧方便。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大段经文大用无方啊，里面有十个中段啊，中段里都有小段啊。大用无方呢，就是善巧方便的举例举这么多例子，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随方便。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戒定慧的基础，那你方便就成了问题了。方便变成什么？方便变成随便。